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560期最后一行，心三二立心，前面所说的是自立啊，自立之后啊，这是利他啊，自立利他了，二立心啊，分为三个小段。第一个小段，规范具足啊，经文只有两句啊。庄严众贤，规范具足，这里八个字包罗万象啊，一切诸佛如来身行言教都包括在这一句当中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庄严众贤者，净隐疏月，彰表也，行成就啊。彰是彰显，展现在外面叫彰啊，佛家叫表法啊，表法就是给大众做一个榜样，做个模范啊，是行成就啊，彰行成就。庄严呢，复之而言啊，用什么来表现？福报就是福德、智慧这两样东西，叫二言，两种庄严啊，庄严众贤。重是多，行是行为，行为再多不除三大类啊。第一个是身的行为啊，身的动作都是身的行为。第二个是言语口的行为。第三个是念头，
意业的行为啊。你看行为总不外乎这三类，身口意完全都包括了啊，众心。下面举出贪，贪是贪恼，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布施啊，贪等就是菩萨的六度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，这个等就等下面的五大类，一共是六大类。这六大类是菩萨行，菩萨所修的啊。那我们要学佛，就得从这里下手啊，修菩萨道。这个意思是福与智。六波罗蜜前面五条是福报，最后般若波罗蜜是智慧啊，所以福智都可以给大众啊做好榜样啊。这个榜样就是庄严，你看布施等度即万恒，万恒是细心，八万四千细心啊，纲领只有六个啊。下面《涅槃经》二十七愿啊，二种庄严，一曰智慧呀，二曰福德啊，这两种福慧同时要学。有智慧没有福报，不能教化众生。那教化众生呢，有智慧要有福报，两者俱全啊，但有福报没有智慧也不行啊，有智慧没有福报也不行啊，所以菩萨了福慧双修啊。你看看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他们做得圆满了，因为他们智慧大，福报也大啊，智慧能真正明了通达诸法实相啊，万法的真相啊，福报能现无量身，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能分身，能化身，无量无边，到十方世界去供佛、修佛啊！修佛没有比供佛更大的了。那些菩萨了，天天在修啊！啊，供养的供养具啊，就是供佛的这些礼物也都是变化所作，随心所欲啊，从手里就自然就生出来啊，就修复啊。啊，供佛之后一定是坐下来
听佛讲经说法，这是修慧。你看佛慧双修，谁讲经？佛讲经啊。这极乐世界人，你说有多大的福报啊？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无量无边，他同时可以供养，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他的化身。化身真管用，那诸佛所说的经不是一样啊，真叫千经万论的，同时接受了，同时消化了，同时明白了。我们看到经上这些记载，非常羡慕啊，羡慕怎么办？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就跟他们一样了，没有差别啊。所以最重要的，祖师大德都提醒我们，要把往生的条件掌握到啊，真能往生。品位高下别放在心上啊，放在心上不好啊。为什么还要增高品位？好像还有竞争的意思在啊，竞争是烦恼啊。要像欧耶大师一样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下下品往生，我就很满意了啊。到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是老师啊，跟他学习啊。从哪个班级学习呢？从一年级学习，小小班一年级学习就非常满意了啊。我们要有这个心，不要去争品位，但是佛要念，念得有功夫，到极乐世界自然插班，不是有意的啊。无论是哪个品级往生啊，都是自在的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必须如是念佛才有功夫啊。如果有意，我要上上品往生，拼命念佛，目的就是上上品。很可能到临命终时你去不了，为什么？烦恼没断呐，还有竞争，这个念头不好啊。怕的时候在临命终时有魔障现前，去不了。所以我们要一心求往生，不计品位啊，不要把品位放在心上。好啊，莲池欧耶大师都给我们做了示范。啊，经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。啊，确确实实是这么说的。我们要留意到啊，往生就是信跟愿，要解上讲的多清楚。能不能往生，全在信愿之有，
我们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没有怀疑了。啊，如果有怀疑，要听经，经帮助我们断疑。啊，怀疑是真相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。啊，不怀疑的人善根深厚。啊，怀疑的人善根比较薄，要在这上面补啊，啊，补功课啊，那就是多读经，多听经。啊，经听个30遍、50遍、100遍、200遍不算多。啊，听多了，信心真的相信了，真的坚固了，你就决定得胜了。啊，品位高下是念佛功夫的前身。啊，念佛的功夫分三等。第一个，功夫成片，就是清净心现前。第二个，平等心现前。第三个，觉。觉是大彻大悟，理一心不乱。平等是事一心不乱。清净心是功夫成片。这是功夫。啊，我们不求。念久了自然得到了。啊，这是好事。啊，可是障碍功夫的是对这个世间的留念。那在这个世界要看破，样样都要放下。啊，这一段注解里头念老讲得很好，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啊，注解后半段，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，则知佛性。这一句话重要。有智慧，有福德，就知道佛性了。那么我们看看，这个世间人有智慧有福德的，我们见到他知不知道佛性？未必都知道，有知道的，有不知道。啊，佛性是什么？佛性是自性，佛性是真性。啊，我们常常勉励同修，在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、待人接物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那怎样用真心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，就是真心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真心就现出来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是无明，叫无明起来了。起心动念，但是起心动念很微细，我们自己不能够觉知。啊，
大修行人也未必能知道。为什么？见性的人是化身菩萨，全教菩萨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都没有见性的。你才晓得难呢、啊。那些人在哪里？在四圣法界。四圣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是全教。啊，那我们这样微细的就不理会。功夫啊，用在分别执着，尽可能的不分别不执着，以平等心，以清净心过日子，处事待人接物就好啊。啊，这样慢慢的就能见性了，先知道有佛性了，然后就见性了。又《探玄记三》第三卷，这《华严经》《探玄记》上面是庄严啊，庄严有二义，一是具德义，二是教师义，故知庄严众行者，表夜夜行中，习事从心起修，全修在心也。这个说法意思很深啊，不是我们能做到的，这是菩萨才能做到。啊，为什么？夜夜行中都是从心起修，全修在心。啊，什么菩萨？明心见性的菩萨。啊，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。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，能大师是顿悟，顿悟不容易啊，在中国像能大师这个这样的人只出现这么一个，之前没听说过，之后也没听说过啊，但是见悟多了啊，不管是顿悟见悟，悟了之后境界是平等的啊，那么能够见悟的老同修都知道，不是一生一世，多生多劫修行啊，在这一生成熟了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那么半生半熟的在这一生也遇到这个缘遇的好啊，他也能大彻大悟啊，但是要时间啊。我们看宗门的这些典籍，啊，像《无灯会员》这些书，你去看，有几个月开悟的，啊，不是一下就开悟了，啊，几个月，有三年五年的，有十年八年的，有二三十年的，啊，还有四五十年的，不一样啊，很多 啊，这就是说明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根性，没关系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认真努力一直修下去，会有开悟的一天。
啊，也不必求开悟，因为求开悟这个心，这个念头是障碍。啊，不求，自自然然他就开悟。啊，那么关键的时候要放下，别认真。啊，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下面经文会说到，啊，故净严所谓庄严众心，是彰明所行成就，着重在成就这两个字。啊，他真的成了菩萨了。身口意三业是菩萨心，啊，用来教化众生的，规范、规则与模范。那规则就是原理、原则。啊，像车，现在的火车它有轨道，啊，不能够越轨。范是模范，是典范。又轨者法则，法则也；范者法也，常也。那这字拆开来，分开来讲。啊，鬼有法则的意思，啊，犯有法的意思，跟前面鬼的是相同，它有常的意思，啊，常是不变的，由于所行皆具佛智，故所说所教皆成规则。这一句话我们今天读到，心里有很大的触动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中国古圣先贤教给我们一些原理原则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甚至于过去孩童上私塾啊，所学的这些教科书，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啊，这些东西，同盟教学的教科书，古圣先贤编的这些教材，总共大概将近20种，至少用了2000年的，没出毛病啊。为什么？编这些课本的人，编教材的人，皆具佛智，他们真有大智慧，真有大福德了。给小孩编的这些东西，几千年不出问题啊。啊，现在人编个教材，问题出来了。啊，不但是幼稚园、小学，其实是中学、大学，
我们中国古人所用的教材，世世代代不改变，天下太平。民国才100年。啊，这个教材是不断在改。我念小学的时候，我还记得。我在高雄还有个同学，我小学3年级的同学，好像3、4、5，这3年都在一起。我们的教材常常换的，啊，德行这一门的，我上2年级的时候就修身，有这门课，啊，3年级就改了，不叫修身了。啊，改的名字我记不得了。4年级又改了，改叫社会，我还记得。常常在改呀，没有定过。啊，古人修身就是一部《弟子规》，你看看。啊，那真是修身课本。啊，因果教育就是一部感应片。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的认识，就是三字经。三字经内容非常丰富。真正叫扎根呐、啊！三经是国学概论的、啊，啊，最浅的给你说了一个轮廓，你有个概念，啊，百家姓，400多个姓氏，是我们汉族，你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你对于这个族群就非常爱护，啊，你知道它的根底，哪个姓氏从哪里来的，啊，这个姓氏祖先是谁，在历代出了多少名人，啊，非常有味道啊，啊，老师把这些故事讲给学生听啊。啊，课程有些是要讲的，有些不需要讲，让学生自己去悟。啊，孩童要讲，啊，10岁以上就要帮助他悟书。啊，少讲，让他多读。啊，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统统念掉。啊，让他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，清净心是福德了。啊，启发他，开发他的福慧。啊，这种老师善教啊。啊，有些做老师做了一辈子，三家村。啊，他考功名考不上，啊，考到个秀才，一辈子做老秀才。啊，
他的事业多半都是教学，啊，课本是古圣先贤定的，不是现在人写的，也不是他自己写的，啊，给社会带来的安定和谐，长治久安。现在为什么乱成这样的？由于对古圣先贤这个教科书不相信了，认为那是过去的，不适合于现代人。啊，殊不知，科学技术，小孩15、16岁之后，很快就学会了。但是，这个伦理道德的扎根必须要从小，要从出生就得要开始。这个不能错误，啊，错误了，影响一生。啊，看到这一句开始，由于所限，皆具佛旨，故所说所教皆成规则。这四句话多重要啊！所行所事，事是示范，为众模范啊，故曰规范啊，谢事常法无可变异，无所欠少，故曰规范具足。这四个字分量很重啊！我们现在把这个丢掉了，要摸索，要创新，大概一直要把地球搞毁灭，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过失。啊，完全不知道孩子，不知道父母对他的爱。小孩怀疑父母，不知道祖宗对后代那种恩。中国传统文化，古圣先贤的每一家的祖先都是宽宏大量，不是为他自己一族，是为我们整个族群，乃至于为整个人类。他是这样的胸襟的，这样的怀抱啊，他没有害人的心啊，只有成全人，利益众生。啊，这是中国文化的根。啊，所以你看，习事常法，常永远做下去，不要去改它的，不能变异。你一改，问题就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你没有那个智慧，你没有那个福德。啊，他们这些立法的人都是大福德大智慧，你看几千年来多少人看过都认同，都没有把它改变，怎么可以到我们手上去改变？所以中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们今天就是不听了，认为老人是过去了，是那个时代也过去了，啊，
跟不上现代化了。啊，那现代要不孝父母，现代可以不尊重师长。啊，现在人可以无法无天。现在人可以无恶不作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也不见得同意，那么怎么办？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内容太丰富了，啊，事出世间法尽有。那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，你能看得出来，能得其受用。下面这一段，观法如画，三昧常寂。啊，这个两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。啊，大乘学什么？就学这个，就是要学三昧常寂。啊，修净土的要得念佛三昧。学天台的要得法华三昧。学贤首的要得华严三昧。啊，修般若的要得金刚三昧，啊，三昧是什么？三昧是定、常寂、定生智慧。啊，因界得定，刚才讲的，贤首、天台、念佛。都是方法，修什么？通通是修三昧常寂。啊，用什么法门？假设三昧前面加上去。啊，我学法华三昧，我学华严三昧。我们今天是念佛三昧。啊，修三昧的方法不一样，但是。得三昧是一个，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得三昧。啊，三昧是什么？心地极静，心里头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寂。啊。常寂，常寂就是常在定中啊，心地清净啊，定中什么境界？清净平等觉。得三昧，清净平等觉全有啊，小定开小智慧。大定开大智慧，圆满的三位就明心见性，啊，要怎样才能够得到？前面这一句重要了，观法如画。这是智慧啊，念老的注解，观一切皆如幻化也，看整个宇宙，看一切法都是幻化，观者智之别名，观是智慧的鉴别，跟我们凡夫讲见解不一样啊！
见解每个人不相同啊，关照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啊，所以他是真心，他属于智慧啊。那个见识是阿赖耶的，妄心的起用啊，那是个生灭心，所以看的一切法不一样啊，以为它是真的啊，你要是真正看清楚了，一切法如幻化，全是假的啊。海贤老和尚常说，遇到认识的同修都会跟他说，提醒他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往生就是成佛，往生极乐是真的，其他的全是假的，幻化是假的。大乘一章第二卷里头有两句话给我们说明具有观，粗思明觉，细思明观，这就是念头。粗的念头是觉，细的念头是观。一般人用心都是粗粗念的，微细的念头是观，啊，普通人这个粗思可以说从早到晚不间断的，啊，细思，细思是很冷静，不夹杂烦恼在里面，这是观啊。学会了要会用功啊，在生活上用上了啊，生活里面的烦恼可以放下了，工作上用上了，工作很认真，做得很好，心是清净的，很少杂念，这是观呐，叫观照啊，叫照见呐。又由心发戒戒里头，曰：言观者，观之。是法立诸情迹，故曰观也。啊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观这个意思里头，啊，什么才叫观？情是情知，戒是就是分别啊，戒度分别，这个东西要放下，这才是观啊。凡夫没有观照的功夫，他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情界，他有情执，就是我们一般讲执着，他有计较，计较就是分别，这个好那个不好，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，他有这些，这些都是烦恼，
生烦恼的，啊，这把生烦恼的统统放下，这才叫观。啊，观生智慧。啊，生什么智慧？把外面这些境界真相看清楚了。啊，真相是什么？真相不可得。又会说曰：“观之字，即三观也。盖乎三谛三观，万恒之要属，菩萨之肝胆也。”这是天台宗修行的方法，三谛三观，啊，修法华三昧，这个下面会讲到，啊，是菩萨一切行门的枢纽，换一句话是六度万行。修什么？就是修三谛三观。啊，谛是讲真实的，不是虚妄的。啊，这个是理，是诸法实相。啊，观是说你怎么个看法，你能把事实真相看出来。那真相就在眼前，而又法这个一个字是指一切有情非情，非情是无情，无情就是指的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。他佛把这个众生分为两大类，有情是动物啊，植物矿物是非情啊，是没有情识的众生啊。如果单单讲众生，全包括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，通通叫众生。所以众生呢，包括动物，包括植物矿物，通通是众生啊。生死涅槃诸法了，啊，这个法字包括的范围很大。如化者，会所说非空非假，而空而假，这是比喻，这是中体。啊，意为既言如化，则非绝对空无，故言非空。若言是有，则如幻化而已，不是真有。又既如幻化，乃非有而现假象，既是幻化，则所现的具体是空。这是大乘经教里头常讲的，都是现实啊。我们一般俗人说现实啊，现实的环境，现实的万法确实是如幻如化。啊，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弥勒菩萨
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。那佛问弥勒，他们的问答都是教化众生，众生问不出来，也答不出来。啊，让释迦牟尼佛来问，让等觉菩萨来回答。佛问的一句话是：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问这么一句话。啊，这一句话就问三桩事情。啊，心有所念。这一个念里面呢，有几念，有几个相，有几个实。问这么多事情在里面。啊，凡夫心有所念，那个念头很粗啊。我懂这个念头啊。啊，微细的念头不知道啊。啊，这一念里都有多少微细念头，你才觉察到，感觉到有个念头，啊，有几念。弥勒菩萨回答说：一弹指，破受弹指之前，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这一弹指，32亿8000年。那八千是十万。32亿乘10万，得出的数字320兆。这些弹指，多少个念头？320兆的念头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所以起心动念呢，别去管它去了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。它太快了，太微细了。我们今天要知道的。我们睁开眼睛看钟，你看钟上那个秒针，一秒钟一秒钟过去了，啊，我们注意的看，你看这秒过去了，那一秒又过去了，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。啊，人不是10年10年老的，也不是1年1年老的，就是一秒比一秒老。啊，只有这桩事情不间断，从你出生到死亡，根本不休息，一秒一秒过去，一个念头跟一个念头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你要把它看穿了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会跟佛大佛一样，你要说它是假的，真有；你要是它是真的话，它根本不存在。你看，一秒一秒就过去了。那上一秒不是这一秒，啊，前一秒不是后一秒，这就是细的，这就观了，啊，观就生智慧，就了解万法皆空。佛说万法皆空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又告诉我们一切法不可得。那一切法般若经上说的，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头一个什么不可得？身不可得。你看，一秒一秒过去了，不可得。啊，这个我们细心观察，能体会呀，能承认的。啊，真的，一秒一秒过去啊，啊，每一秒都得不到啊。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这个身不可得，命不可得，一切法通通不可得。你不能说它没有，你也不能说它有。你说它空，说它有，都是偏在一边，都是过失。啊，不能说空，也不能说有。啊，空有不二，空有一如。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。啊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。那我们弹指，一秒钟能弹多少？
啊，我以前讲大概是以四次到五次，啊，我们这样谈。实际上，有年轻人体力很强的，他谈得很快，啊，在一秒钟可以谈七次。如果谈七次，这就可观了。啊，谈七次，320兆晨起，2240兆一秒钟。啊，你看那个秒钟是一秒钟。啊，2240兆次生灭。啊，这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六根六尘六识通通在这个频率上出现的。根本就不是真的。全是假的。啊，假的无所谓，没关系，他不爱死。假不妨碍真，真也不妨碍假，没事，只要你不要去理他就好了。你把他放下，真的就现前。啊，真的是，真的是本性、自信，真的是智慧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你要不是用真的，用假的。啊，假的就是烦恼习气。啊，你在这是这个现象里面生起贪嗔痴慢疑。啊，你有喜欢，有讨厌，有七情五欲。七情五欲也不是真的，就是这些东西勾起来的。把你的性德变成了烦恼，所以佛经上说烦恼即菩提，烦恼里都加上阿赖耶，啊，加上这些东西，烦恼习气就叫烦恼，啊，这些东西离开的之后，烦恼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是智慧。所以烦恼跟智慧是同体，啊，作用不一样，啊，不带附加品它是智慧，啊，带这些染污它就变成烦恼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故慧俗为为，非空非假，而空而假，是贤中道之意。中道也是假设的。把这两边，空假两边，当作一边，这是中道。所以，中道又跟两边对立了。所以才说言语道断，行行出迷。言语说不出来，说不清楚。啊，思想达不到这个境界，不能想，一想就是两边，就不是中道。啊，真正的中道就不是二边，二边都不可得，中道也不可得。观法如化了，即观一切法皆是中道。啊，观一切法非空非有。不生不灭。那为什么生灭画等号，等于同时。你想想看，一秒钟有2240兆次的生命，你能知道
那个一个生命，啊，现在的电视，我们天天看的，屏幕上显示的，这个画面，一秒钟多少次？啊，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次。啊，你能够看到其中的一次吗？看不到啊。啊，1/10秒我们没办法看到。1/10秒是10次。1秒钟的10次画面我们都看不到。这眼睛不行啊。啊，我们可以做实验。啊，再换灯，幻灯片，啊，从前电影，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个电影，这是电影的底片，啊，在放映机里面播放的时候，它的频率，这就是动画嘛，它的频率是1/24秒，就是1秒钟。镜头开关24次，啊，每一次这个画面打到荧幕都是完整的，啊，都是圆满的，啊，我们看的好像很逼真，啊，实际上它是动画，啊，1秒钟24张。如果我们把它做实验，我们将它把24张啊，里面23张都把它抹黑。只留一张，啊，在这个电影机里面播放，那就是1/24秒。我们会看到个什么？会看到是光啊，闪一下。光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完全不知道。啊，完全没有看到，只看到光亮了一下，很快就没有了。你再想去看的时候，东西没有，光没有了，啊，1/24秒就看不到了。现在把你提升到1/100秒，你当然更看不见了。那么我们现实的环境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，是2240兆分之1秒，单位是兆啊，所以真的是假的，佛说的没错啊，佛是怎么会知道的？啊，今天量子力学对于佛陀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他没有科学，没有这些仪器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？啊，你看，224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，他们没有说出来，他们是非常快，高频率。
啊，我们无法想象的，弥勒菩萨能说出来，科学家还没说出来。啊，佛是怎么知道的？佛是三昧常寂看到的。啊，佛的心不动啊，没有念头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森罗万象他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我们为什么看不到？心动了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啊，这个生灭就是一秒钟2240兆，这么高的频率啊，我们生活在这里头啊，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啊。啊，过去读佛经有个笼统的概念，半信半疑。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，我们不怀疑了，我们相信了。那可是不是我们自己证得的，那就是不得受用。受用是什么？受用是智慧，是般若智慧。受用是福德啊，这个福德就是我们常讲的神通广大。你看，你能看到宇宙万法的真相啊，实在波动。什么波动？我们还不知道。啊，佛经上讲的真心自信起了波动，叫一念不觉。一念不觉就是个波动啊，这么快，那个一念不觉谁知道啊，就是自信里起了这么一个波动，这叫一念不觉啊。那个一念就是2240兆分之一秒啊，也就是一秒钟的2240兆分之一。这样高的频率，动了一下，这叫无始无明。无始什么意思呢？它没有开始，无明起来了，没有开始，说明什么？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如果有始有终，是真的了。无始无终，你找它开始找不到，你找它的终结也找不到。它的生灭等于画平等的等号啊，生灭了不可得了。谁见到了？大乘经上讲八地以上，八地以上的菩萨都见到，不是佛一个人见到啊，那是五个人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妙觉就是佛啊，这五个位置都能看到。啊，七地以前都没有亲自看到，听佛所说，没见到。啊，我们今天是刚刚听到佛所说，
啊，所以常常有这样的看法，你的心就清净了，心就平了，跟三昧越来越接近，这叫功夫啊。这个功夫到极乐世界是往生品位，这真功夫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最低限度要把这个时间看成什么？天天看电视，跟电视画面一样。电视在这播放，实际上它已经消失了，那个影响已经不存在了，已经消失了。啊，留下这一点痕迹，给你回味一下。这个重要。下面这一段跟我们解释底下这一句：“三昧常寂，三昧者真定也。”啊，三昧是梵语、梵文，从音译过来的，这三昧。啊，中国叫真定。啊，常寂呢，真体。真体就是自信，就是真心。啊，真体常寂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为我们介绍。第四句他说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自信没有动过，没有摇晃过，那就是常寂，常寂就是本定啊。我们的真心本来是定的，没动过，所以一定要修定，才能回归自性啊。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，就是叫你回归自性。回归自性就大圆满了。为什么？自性本自清净，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啊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你见了性，整个宇宙、全宇宙，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在里头。你没有一样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你找到能生了。所生全明白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相信中国老人教给我们的有一桩事情：无师自通。你要相信这句话是真的。那慧能大师是无师自通的，他的佛法跟谁学的？完全是自通啊！啊，通了之后提出报告，他所看到的情形，让老师给作证、做见证。那老师点头，没错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就通过了。啊，衣钵就给他了，他就是第六代祖了。所以，真有无师自通的。啊，无师自通的。顿悟的中国历史只有慧能一个人啊，见悟的很多，五顿会员里面就1700多字，
七百人，啊，1700周公啊，见悟的，不管是顿悟是见悟，悟入的境界是相同，没那样。啊，所以这是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呢。这么多开悟的人呢，开悟是真智慧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些人纵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东西，传统文化他接触到了，他没有否定，那就是他承认的。啊，承认这个东西是善的，是好的，应该保留的，应该传给后代。这就对了，他有资格做审查了。他有权讲话了，那个没有智慧、没有负责的人不行啊。他说话不能算数啊！啊，今天这个时代，这一些有大福德的佛菩萨、阿罗汉还在不在？我相信在。在哪里？在中国一些名山上啊，他有道场，我们人间见不到，跟我们不同维次啊。有一些有缘人偶尔去碰到了，啊，近代的华念祖老居士进修结要报恩坛里面讲到，有个出家人朝山三步一拜，拜到五台山，拜到山上啊，看到有一个洞啊，洞的门提的有三个字叫金刚洞啊，他看了很好奇，也很欢喜，这里有个金刚洞，他就走进去，进去看里面别有天地，啊，里面很大的空间，有宫殿楼阁，啊，可是看看里面也有不少人，啊，他也没有跟他们打招呼，啊，到大殿上就看，大殿上没有佛像。啊，他不晓得什么意思，但是他在大殿上还是绕了三匝，那也是敬礼，没有佛像他就没有拜。啊，离开的时候走出来了，听到有个小沙弥叫他名字，他很惊讶，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，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小沙弥告诉我，师父叫我来叫你进去啊，跟到小沙弥进去，看到个老和尚，跟老和尚顶礼啊，问老和尚，怎么你们这里佛龛上没有佛像？哦，他说我们不需要啊，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前，就实现这个境界，告诉他以后庙里头没有僧，佛龛里头没有佛啊，会有这些事情出现啊。他说这条很好，我能不能在这挂单？他说不行，你都要离开我这里啊，你不能在我这住啊，以后有缘再来啊。辞别之后走了没多远，遇到一个好像是西藏的喇嘛，住在个小庙里头。我天黑了，
这小庙人告诉他，你不能再走了，山上很危险，你在这住一晚上。住一晚上就谈到，问他就问，你们普五台山有多少个出家人？他就告诉他，我们每年打千僧斋都没有办法凑足一千人，几百个人而已。他说不对呀，我刚才在看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有七八百人了。他说没有这回事情，没听没听说过。啊，搞了半天，吵了半天，到最后有个人说，你莫非是见了文殊菩萨了？他一听这话就流眼泪，真的，他见到文殊菩萨道长。啊，这是特别有缘分，啊，他赶紧打这个灯去照的时候，再就照不到了，啊，这灯就不见了。所以，我们相信文殊菩萨在五台没离开，啊，普贤菩萨在峨眉，地藏菩萨在九华，观音菩萨在普陀。这些菩萨罗汉在中国大陆，没有缘的人见不到，啊，他坐镇在那里干什么？坐镇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少灾少难。啊，我们虽然对不起菩萨了，菩萨不会怪我们。菩萨知道我们从小长大受的是错误的教育，所以才干错事情。啊，菩萨要原谅，菩萨不计较这些。啊，毕竟中国人，过去老祖宗对得起菩萨。啊，我们这一辈人把老祖宗舍弃掉了，信心失掉了，对佛法信心也失掉了，才遭受现在这个社会动乱，啊，到处有这些小灾小难，啊，没什么大事情，啊，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的，啊，有多少人问我？现在大家慢慢警觉到了，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，哪里比较平安？我给他介绍中国平安。啊，中国纵然有灾难，是小灾小难。啊，你们要想躲避灾难，就回到中国去。我说的是真话了，不是假话了。啊，这几年我住在香港，没住在外国。啊，也就是我看到这些的这一些事实真相，啊，长期者真体立生灭之相为之常。真体是自性，自性不生不灭，叫常啊，永远常住啊。啊，觉烦恼之相为之极，烦恼是什么？念头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叫极。真的回归自性，为时
足迹里头说，不生不灭，觉明相于常寂之境。境就是渡口门境，啊，不生不灭，名相放下了。名相不是真的，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为了方便听众的理解，假设一些名相，就是名词术语啊，都是在说是讲经的一种工具，一种方便啊，不是真的，不可以执着啊。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教给我们看经，不执着文字相，不执着名字相，不执着心缘相。心缘相是你所体会到的、领略到的，那也不是真的，也都是假的啊，是好事，但是不必放在心上，长期啊，与自信相应的啊，自信它有隐现不同，隐的时候一法不离，现的时候能生万法。它在哪里？它变一切处，变一切事，没有一法能超越自信。我们全在自信里呀、啊！啊，自信没有大小，没有先后，就是它没有空间，它没有时间。啊，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，你想不到，你不想会明白，啊，开悟之后完全明白了，你越想越错，越想妄念越多，慢慢就堕落到六道去了。啊，言语说不清楚，啊，真相是要立言说，立思维，你就见到了。故是故啊，净言所言，三昧常寂，智行深也。啊，智行就是修止，止是终止，放下就是放下啊，万缘放下啊，止心一处啊。我们今天修净土，这一处就是阿弥陀佛，心放在佛号上啊，佛号就是我们的心，心就是佛号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就能见性成佛。啊，这个卦符是修止之心，止心一处越止，乃禅定之意名。觉明相，离烦恼，不生不灭，住于常寂。如是三昧，故言深也。这是很深的禅定。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现出来了。我们细心看他的碟，啊，看他的咏思集啊，咏思集，
看的变数多了，慢慢的会体会到啊，老人修行功夫的渐进啊，他不是顿悟，他是渐进。我看了大概有50-60遍啊，我的体会，老和尚应该是在25岁前后得功夫成片啊，不是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，也就是他心里头干净，所有一些染污放下了，只有一句佛号，这叫成片啊。这种功夫就决定得生净土啊，阿弥陀佛多半在这个时候会在定中或是梦中跟他见面啊，告诉他一些信息，主要的是他还有多长寿命，佛会告诉他啊，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往生，你自己心定了，踏实了啊，知道极乐世界那里已经注册了，不但莲花上有你的名字，讲堂上有你的座位，就等着你去。这是成片啊。如果他还没走，他功夫向上提升啊，我相信5年10年他就能得四义心不乱啊，得四义心不乱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方便有余土上辈往生，这地位就高了啊。再向上提升顶多10年得理义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，是方是十宝庄严土，那就是法身菩萨啊。所以海贤老和尚从念这句阿弥陀佛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离业心，大概是20年，这属于渐修啊。你看常常跟他在一起的人啊，留下来老和尚一些形象，我们听到的听闻到的，老和尚一生没有跟人发过脾气，一生没有毁谤过人啊，一生没有跟人红过脸，你怎么样羞辱他、回谤他、辱骂他，他不会生气。啊，你伤害他，没有怨恨。所以人家提到忍辱波罗蜜，都赞叹老和尚忍辱波罗蜜，可修到家了。啊，真能忍耐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40岁到大彻大悟，什么都清楚了。这个世间相，这假相，他不会当真啊。所以他很欢喜，他来干什么？来做好榜样的。啊，本来早就该往生了，阿弥陀佛让他多住几年。告诉他，他修得很好啊，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榜样，给念佛人做榜样，他
他是奉阿弥陀佛之命来表法的啊，应该是我们相信是阿弥陀佛告诉他，到哪一天你见到有一本书啊，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，老和尚手上拿着照相的，这本书见到这本书啊，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了。2013年1月，有几个同修到来佛寺去看他，带了这么一本书。他看到有人带书来了，就问他：“这书什么名？什么书？”人家说：“这个书叫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僧》。”他高兴得不得了，好像盼望多年的盼望的宝贝也出现了。赶快穿袍大衣，手上捧这个书，要求别人给他照相。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过，一次都没有，只有这一次。这一张相照了3天他就走了。所以我们想到是阿弥陀佛给他约定，看到这本书你表法功德圆满了。阿弥陀佛接他去了。那么这本书给我们所证明的，老和尚给我们表法的最重要的第一个，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，他去过，他看过好几次，不是假的。第二个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真有，我相信他跟阿弥陀佛至少见面10次以上，92年的。他想见佛，想看极乐世界，只要动念头，极乐世界就现前，他就能看到，理一心不乱了，大彻大悟，什么都知道。老师曾经警告他，剃头的那天，传法的那天，传法就是传给他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，叫他一直念下去，又告诉他明白了，明白了就是理一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，不能说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所以他一生不说。偶尔现一点小神通，表演的真好啊！真让我们叹为观止啊！真的是圆圆满满的，圆满了阿弥陀佛对他的期望。给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，信愿持名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更重要的，对我们最大帮助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学的这个夏老的汇集本，多少人批评，多少人回报，说这是错误，不应该汇集，念这个本子没有功德，不能往生。
这个书就是护持会集本的，啊，举出许许多多证据证明会集本上每一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，是真经啊。这是夏莲居老居士用了十年的功夫，三年汇集啊，然后十次修订啊，最后完成定本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啊，所汇集的都是原文，没有改动经典上一个字，所以字字是真经。如同佛说，没有两样。啊，第二个，为我们证明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正知正见。啊，老居士有智慧，没有用自己的意思来注解，用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。也是记住，你看每一句都有挂弧说明出处，这几句话从哪来？正知正见，大家没话说啊。第三个是给我们做见证，我们这些年来依照这个经本，依照这个注解修行，没有错误啊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将来决定的生净土，是传这个信息给我们的，让我们信心十足啊！啊，让那些毁谤的人再无话可说了啊！所以这个《僧赞僧》这本书就是护持净宗夏莲老给我们的净宗学会这一个法门的啊，净宗学会是他老人家意思。啊，我跟念老第一次见面，他就把这个事情嘱咐给我，让我在海外啊弘法的时候顺便让大家了组成净宗学会啊，以前都是联社念佛堂啊，统一都称为净宗学会啊，教学的呢用学院，学院只有一个啊，学会在美国加拿大有20-30个啊，在南洋多，南洋单单马来西亚就有100多个会，现在欧洲也不少啊，末法时期这个法门可靠，靠得住啊，容易学，但是它难信啊，所以让海贤老和尚表法，让我们断疑生信。啊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决定有成就。啊，所以是不执着言说相，不执着名字相啊，立烦恼不生不灭，住于常寂，这就是禅定，念佛三昧也啊，所以叫深，如是三昧故云深。由于常行中道，住一切如化之妙观，这一句重要啊，这个观
是妙观。什么是妙呢？非有非无，非空非有，一切境界相如幻如化，不要执着。活在这个世间，一切随缘就好啊，不要认真了。只有一桩事情认真，念佛认真，求往生认真，其他的都不认真，都不放在心上。这就是住于一切如化的妙观，自然入于不生不灭甚深长极之真定。这个真定就是自性本定，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我们的自性没动过，没有摇晃过，所以这叫真定。又一教经曰，譬如溪水之家，善治池塘，行者一耳，为智慧水库，善修禅定，令不漏失。这是一教经上一句话，很好懂。举了个比喻，修行人要跟这个比喻爱惜水的这人家一样，把你池塘修好，不要让水漏掉。行者修行人呢，为智慧水库，要修禅定，有定智慧就不会漏掉。如果没有定呢，智慧不会现前，现前是烦恼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本经大教缘起品里面说，如来定慧久常无极，这个经文前面我们念过，这是古的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如来无论是因中修行的，果上圆满的，他得到了，我们也全都能得到。一定要信经上所说的，如来没有妄语，不会骗我。临终深念必生，第十八愿。第十二愿定成正觉。第十三愿光明无量。十五愿寿命无量。十七愿祝福称赞。十八愿深念必生。善导大师说这个五愿是阿弥陀佛对一切苦难众生最真实的大愿。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不一样没有关系，待遇相同。品位有高下，待遇是平等。什么待遇？最高的待遇，阿惟越智菩萨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即是凡圣同居土，下品下生。怎么样呢？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。佛有多大智慧，他加持你，你跟他一样。他有多大的神通，你也有多大神通。这个地方怎么能不去？这个世间，不要说是人间，往上去二十八层天，都不值得留念。
啊，决定要往生净土。生净土是每个人都有把握的，只要你真心真愿意，资格就取到了。啊，念佛当然越多越好，啊，少念也没关系，都能往生。啊，只要不计较品位，生念必生。啊，这个生念有两种，一种临命终时生念，另外一种我们早晚就念十句，早晨起来念十句阿弥陀佛，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声阿弥陀佛，跟十八愿相应，非常简单的，真是中国人所说的大道至简。那佛门的大道至简，无过于此经，无过于净宗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